今天3月21日，故事的标题叫《被亏待的英雄》啊，对应的历史事件呢是1943年3月21日，是二战决胜的关键日。那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战役呢？实际上是啥呢？战役呢就是德国它的这个叫海狼战术，海狼战术。海狼战术呢，得以成功，就是说美国不是无偿啊，援助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重要补给啊货源，被德国的这个叫潜艇啊全力封锁，就无差别攻击啊，仅单单是这个43年当年的3月1日到20日，短短几天里头，德国潜艇就击沉了总排重627000吨，一共108艘英国货轮，但是呢。在3月21日以后呢，战局翻转啊，德国潜艇击沉盟军的船只大幅下降，而德国潜艇被捕杀的数量则大幅上升啊。那么这个就是在历史上史称为这个英国的黄金交叉，德军是死亡交叉。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啥呢？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德军哪里犯了问题，还是这个英国名将出了什么绝招？而说这个历史上节点，43年3月21日。啊，这个交叉点的呢是触发这个人呢是数学天才图灵。图灵呢是这一天呢是经过他根据他发明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机械应该是机械计算机，成功破解了德军的密码系统，就是西格玛啊，最快几分钟，最慢1个小时是可以完全译码，以至于英国完全掌握了德军这个潜艇在海上的部署和行动啊，等于说是单方向的这个战术不对，应该说单方向的战役透明，或者单方向的战场透明啊，所以这样的话，那当然是死定了。因为这个潜艇它之所以在当时，包括现在一样，潜艇之所以牛逼是啥？我不知道你在哪，但我如果你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在哪，那潜艇它打死也跑不过这个驱逐舰的，而驱逐舰追上你这个几个很便宜的这个深水炸弹炸下去，任何一个潜水艇就受不了，就是这样啊。那问题是啥呢？图灵他和他的团队虽然这个导致了所谓的黄金交叉啊，战功卓著啊，卓越，但是没有得到表彰啊。那虽然他受到了这个颁布的帝国骑士勋章，但是只字不提啊。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是啥呢？他呢是叫啥来着？那个52年，就是这个，就是多年之后了啊，多年之后了。那个当然，就英国他之所以这个事件呢，大家知道，就看了这个图灵他这个叫《模仿游戏》这部电影，说了整个这个事件。52年呢是1月23日，因为遭了小偷啊，那么记者来采访时无意之间透露了他是同性恋，因此呢被人这个。不叫举报吧，反正就是被人 diss， 因为他太聪明了又不合群，那么被他压制的这么一大票这个学阀就受不了啊，就反正一定要把他搞下去，以至于是啥呢？就是差点入狱，后来呢不得不判刑，因为那个判刑真的是判刑啊，同性恋当年是可以遭受刑罚的，然后呢判给他叫啥？是那个化学阉割。大家想象不出来这是一种什么刑罚啊，就查一查你就知道了。所以呢以至于54年呢就被迫自杀身亡啊，6月份自杀身亡了。这才导致是啥呢？后面英国的计算机发展呢一下子被美国超越了啊，否则当年他这个计算机方面的这个从密码解密来说，它就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机械运算。那么大量机械运算引发了你对于这个叫运算可运算机械的这个设计、实施、电路的这个叫验证等等等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方法论的这个提出，都是图灵。但是他死得早啊，导致计算机上的这个发展就从英国这个叫迁移到了美国啊。那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英雄被亏待，那反过来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我不说图灵本人，当然这图灵在计算机本身程序员对吧，写了20多年程序啊，他是我们公认的一个祖师爷，但是计算机的发端呢，我们认为是祖师奶是挨打啊，他发明了这个啊，发明了程序这个概念啊，图灵呢只是说啊，他的一系列这个研究呢是让大家证明了是可以通过电脑完成通用计算
但是本身计算或者是程序这个概念是更早的 IDA 提出来的啊，另说，另说。那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英雄没有被亏待，他实际上不是英雄。历史上所有英雄都是被亏待的啊，比如说董存瑞啊，比如说那个叫邱继光，他没有被亏待吗？他根本没有享受到任何胜利的这个叫成果，直接就把自己给奉献出去，就死掉了。你死亡可能是最大的亏待，因为他没有任何后续了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做出了重大的历史啊、社会啊、科学方面的贡献，但是没有对等的回报或者待遇，他就是被亏待的。只有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否则你付出了努力，付出了代价，接着得到了对应的回报和报酬，那就平了呀。没有被亏待的，就不是英雄啊！你只是枭雄也好，或者说是啥聪明人也好，只有被亏待的才是英雄，是不是这样的？以上，我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